擀面皮加馅料再上映，最后放进烤箱里高温烘焙，一颗黑白立体造型的足球披萨，让人迫不及待想端上桌好品尝下。这是我们的足球披萨，你看它上面黑黑的，就是我们竹炭制造而成的。那我们的外皮呢，非常的脆，非常的薄，非常好吃。在台湾可能吃不到这样的食物。所以很 special， 而且又有口感，女生吃起来又很有形象。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，为了提高营业额，台北市这家意式餐厅抢搭世足热潮，不仅推出全台首创的足球披萨作为宣传噱头，而顾客只要穿足球装上门，还能获得啤酒买一送一的优惠。哇，这么幸运！足球披萨主要是搭配套餐，那里面有就是每一国各国的代表，比如说美国就是凯撒沙拉，那法国的话就田螺，那还有足球披萨就是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代表。那另外我们还有就因为世足嘛，就一定要搭配啤酒这样。全台民众疯世足，只要能提供舒适的看球环境与特色餐厅，吸引消费者上门。业者预估，在长达一个月的世足赛事期间，渴望拉抬50%左右的销售成绩。欢迎来卡布里乔沙，红球岛。记者郭正明采访报道。